我来梳妆，没有问题吧？我有一点点问题，不梳你。你试妆，你不能先选，没问题吧？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要你先选。好。哎呀，道长，我小时候经常吃。这下该轮我了吧？轮到我了。叫你瞧，到我了吧？我这个也是苦的，但是里面有肉。越想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理。鸡巴子！你们谁来复习？我是靓仔，我来复习。这个海鲜，你有资格？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来复习。我就选这个海鲜，龙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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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啥意思嘛？让你再生。先你不是靓仔，我先来分析。这个田里的档次太低，这个海里面的才符合我的气质嘛。不是靓仔吗？现在懂了吧？表面好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好，反之一眼差的说不定有惊喜哦。这玩意以前天天吃，有啥不一的？来，给你吃。明天吃啊！黄总。